你醒醒吧，都几点了？起来呀！要不是你昨天晚上折腾我一宿，我能睡这么长时间吗？谁折腾你了？真是醉了。还是昨天晚那条，没换。别害羞啊！哎，咱俩去不去啊？去呀！几点了？哎呀，都快7点了，走呗，你起来，走。你比昨晚还好看。给我吃饭。不是，你巨婴啊，你多大了还让你穿袜子？穿不了。哎呀，这下面疼，不去。哎，去，穿不行吗？穿。温柔点啊！真是的，哎，快快快快！不是，你咋整个黄色袜子？还船袜？大老爷们穿这玩意儿呢？你问问你自己呗，谁给我买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别动，别动，好，我给你穿。哎呀，行，穿不穿不得。你是吃生鸡蛋还是熟鸡蛋？谁家好人吃生鸡蛋呢？我就爱吃生鸡蛋呢。哎，你咱俩一会儿出去吃，你过来跟你说个事儿来。哎，脑瓜疼，嗡嗡的，我操！你害啥呀？我昨天喝这么多呢吗？我昨天自己又喝了点儿。要不我说昨天你那么猛力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我也有个事，正好要跟你说，那你你先先说。说。好，哼，那是对的。我先说，我肯定得先走了，你走，你上哪去啊？回到我自己的城市，过我自己正常的生活呗。我得上班啊。你现在生活不好吗？我我妈还让咱俩一起经营公司呢，你回去干嘛呀？之所以回来，不是因为帮你的忙。而且咱俩现在是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完美结束。你陪在我身边不好吗？非得走呗。